我跟你说，我早上喝了杯凉水，塞牙缝了。太惨了。老板，你看我这能打几折？你这勉强给你算九折吧，啊？这么多了才九折，看来我得放大招了。默默，玉哥，你们俩人干嘛呢？这大老远的就听见你俩在哭。姑娘，怕是不知道吧，我们超市搞活动用眼泪结账，你哭的越多你的折数就越多。这么奇葩呀。来，该我了。老板呀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老板我可太惨了，我方便买方便面都没有调料包，好不容易买个火腿肠还被狗叼走了，那狗嘲笑我，我太惨了，老板快看看我能打几折。哎呀，你也太惨了，看你真这么惨的份上，给你打七折吧。好嘞，谢谢老板。哎，肉肉，你要不要也尝试一下？这打折的机会啊，我必须得参加。等一下，我准备一下啊。嘿嘿嘿，幸亏我妈出门的时候让我买了一个洋葱。老板，给我杯子。老板，买了。又买我的妈呀，你可别哭了，我给你打五折行不行啊？三折行了吧？行了，免费。好的，老板。你想要什么拿吧。好嘞，老板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怎么会有三个油缸呀？怎么回事？到底哪个才是油缸？油缸，你怎么回事？少侠，请留步啊！我看你是万中无一的实验奇才。我这有一些实验，不知你是否感兴趣？如果成功的话，哼，我这里可是有高级外挂哟。实验，高级外挂，我怎么感觉骗人的？只要你让七月炎热的夏天下雪，就知道我是不是在骗人。下雪？哎呀，小意思，看好了。我可真是个平淡无奇的实验小天才。不愧是我看中的人才呀。来，收好你的外挂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哈哈，有点意思嘛。事情呢就是这样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
现在呢，我是三打二，我完了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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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。欢迎关注苹果林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火鸡面30，水60啊，这么贵？老板，你也没说收钱，而且还这么贵。你们也没问呢。再说了，我这招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啊。呀呀呀，这么小谁看得见呀？我不管。老板，给你钱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着，等着。哎呀，做生意嘛，怎么能没点偷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不能自带饮料。我知道呀，可是我们只带了吸管，没有带饮料呀。你们，欢迎关注苹果林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学校有新规定啊，鉴于你们吃不饱的这个情况呢，学校决定每人给你们打十勺饭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居然有十勺，太激动了！这下终于能吃饱了。以前都是三勺，大叔快打饭。不要急啊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嗯，来，你来。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给，啥情况呀，大叔？怎么又是挖耳勺？这不是食堂的勺子坏了吗？再说这挖耳勺啊，也是勺子啊。来下一个，大厨，你又这样，我要投诉你。就是，今天必须要到校长那告你。走。哎，别这样啊！要不这样，那个你们明天自带勺子好不好？什么勺子可以吗？都可以，有多大勺子就拿多大勺子啊。好，大叔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咱们走。走。勺子能有多大？都这么大呗，还能有我盆大呀？都来了呀，行吧，你自己打吧啊。嘿嘿嘿，王妈妈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大厨打点饭容易吗？你拿这么大的勺子，来，大厨我先打。哎，宇哥，你等会儿，我让你拿勺子，你这勺子吧，你这锅哎，这不算啊。这你们都没见过，这可是最新款的勺子，你看能装多少东西呢？哎呦我去！还有我呢！我去，还有这么大勺子！肉肉，你怎么能拿这么大的勺子呢？大叔，是你说的，能拿多大勺就拿多大勺，打饭。打啥呀？打饭？我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勺子，我的盆才多大呀？哼，切，连你十分之一都不到，拿走吧。谢谢大叔。哎呀，
啊，又没赚到钱，回去咋交差呀？一山更比一山高啊，不错。欢迎关注苹果林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